你想说什么？你不是已经死了吗？ 白大人，莫非是在羞辱在下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那两个西周人说，两天前你曾在城外与他们饮酒，而当我们再次发现你的时候，你却在落花塔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。 他可以自由进出圣都。你的意思是说护牌？没错，就是护牌。他在四年前就已经被确认死亡了。按理说，天策府应该通知户部消了他的护牌才对。既然他一个死人也能入城，那这帝都少女失踪案背后的凶手，岂不是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混入城中？可在下实在想不起来。 自己是如何入城的了？不对，我一定是落下什么了。包裹。啊！我那日从落花塔把你背走的时候，顺手拿走了你的包裹。那现在他应该在百草炉。他的东西都在这儿了。 人家可没有乱动哦，你们在找什么呀？找到了。你究竟是什么人？小白哥哥，你呆住了吗？他是苏建义啊。陆锦。 怎么可能？在下怎么可能是陆锦？我记得很清楚，陆锦是我的同袍，他比我要清瘦一些，为人有些冲动，遇事爱钻牛角尖，这些事在下记得一清二楚啊。就算你记得很清楚，那也只能证明你有苏建义的记忆，不代表你就是苏建义本人，也有可能。 是苏建义的记忆，装进了你这个陆锦的这个身体里。我到底是谁？陆锦，苏建义。行了，就别逗他了。哦，逗我。 青州行商陆锦，这张护牌是商牌。 你的那个同袍陆锦，应该是军籍才对。虽然两个人的名字一样，的确值得让人深究，但至少应该不是同一个人。那为何这护牌上所描述的相貌与在下完全一致？这样吧，我让司主大人通过户部调查一下。什么？假的？ 户部是不会看错的。用假护牌也能进城吗？真假护牌都是人做的，只要做工精湛，自然可以以假乱真。我问你，最近的少女失踪案查得进展如何？还没有十足的证据。不过，属下近日遇到了一名天策府的军人，他的身上或许有天外奇石案的线索。 属下暂且把他安排在淼淼那儿，打算日后没有日后。天外奇石的案子已经过去四年多了，你还嫌我们钦天监不够丢人吗？如今陛下寿诞将至，可是城中却案件频发。你说你不关注如今发生的案件，却总是盯着四年前的案子，抓着不放，浪费时间。是，少女失踪案属下已有些线索，十日之内必有结果。三天。 我就给你三天时间。城中一族，属下已排查完毕，所以下官猜测，那军人能够凭借假护牌进城，那这少女失踪案的凶手
是不是也可依此方法混入城中？如果找到这假护牌的来历，那此案情必大有进展。不过，此事还需大人指点。这种见不得光的东西，又想让他有如此精湛的手艺，那你也只能去趟鬼市碰碰运气了。鬼市？月圆夜，鬼市开，每月的15日，在帝都的一处秘境当中，都会聚集一些异客与人互市。鬼市之中卖的竟是一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。当然了，这里面也有大量的违禁品。难道这种事情我们青天剑都不管吗？鬼市这个地方鱼龙混杂，这其中又不乏有些朝廷的权贵以此牟利，我青天剑又能如何呀？阿秋，如果你当真要查此案，记住了，身边跟着你的那些人要绝对信得过。明人不说暗话，带我们去鬼市。哎呀，大人真会说笑，什么鬼市啊？引路人，此处是圣都最混乱的地方，有道是藏木于林，若是鬼市需要在圣都有一处与外界相连，你这里便是最佳之地。哎呀，大人说的这一番话小的听不懂啊。佟大小姐，我都跟你说了，有的人他不识抬举。最近正值陛下寿辰之际，这落花榻私藏山魈，致人死亡，疯了。什么时候开门在意？这你是自己贴呀，还是我帮你贴？大人，不是小的刻意隐瞒，只是这带官家进鬼市不太符合规矩啊。小的斗胆，敢问大人去鬼市所谓何事啊？去找鬼市最厉害的制砚师问几个问题。既然如此，那小的敢请两位大人买酒。此话何意？鬼市的规矩，进鬼市之前，客人都要买上一坛50两银子的黄粱醉。50两？你打劫朝廷命官呢？给钱。这鬼市啊，原本是连接圣都内外的一条甬道，只因后来护国大阵的建立，将此地彻底遮掩了下来。那每个月15的亥时和第二天的子时之间，用黄粱酒燃起归梦灯，刺激护国大阵，才能找到它的方向所在。哎，等等！哎呀，等等！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个呢，是护国大阵，没有护牌，你们是进不去的。来，给你们盖上啊。鬼市只能开启一个时辰，若误了时辰，想要找回来的路，只能等到下个月15了。那我有了这个印记，岂不也就代表着我可以通过鬼市自由地出入圣都了？哪有那么简单呢？鬼市的存在是钻了护国大阵的空子。鬼市的入口虽然城内城外有很多，但有一条规矩，这个印记只能让你从进去的地方原路返回。哎，别摔了，别摔了，别摔了，来生意了。快，下下下下下。你们三位先聊着，我先撤了。二位有什么需求啊？护牌。护牌的话，恐怕要等到下个月了。为什么？哪来那么多为什么？
这张护牌可是你做的。这不合规矩吧？你只需要回答是或不是。二位，怕不是官面上的人吧？是又如何？本官乃是天珠司巡天暗查使，尔等是要造反吗？既然知道是朝廷问话，那还不如实招来。哼，大人，您还真别吓唬小子，我还真就不信了。您又不是不知道，这鬼市只能从各自来时的入口返回，您带不走我的。时辰一到，鬼市一关，您是贵人事儿多，总不至于陪我在这儿再好一个月吧？哎，动手！哎，这鬼市的规矩，引路人是没跟您说明白。鬼市这个地方鱼龙混杂，这其中又不乏有些朝廷的权贵以此谋利，我钦天监又能如何呀？先不说您动手打了我，您怎么样？我只告诉您，您要是打了我了，我这下半辈子可就有着落了。所以您随意。啊，别冲动，冷静，这也不说话。大小姐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在人家的地界上就得按人家的规矩来。他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，就是认准了我们拿他没办法。好不容易才找到线索，总不能就这么算了吧？要我说，咱们可以这样。话已至此，那今天本官就按照鬼市的规矩来。今天本官不和你谈案子，和你谈生意。生意？对，大买卖。什么大买卖？嗯，你说他们这些人不敢和本官动手，那你猜猜他们敢不敢和你动手？想玩是吧？那今天本官就陪你好好玩玩。哦哦，明白了，多谢相助，先生提供的名单本官定会妥善利用，告辞。大人留步。那俩叛徒处理掉了？侯爷放心，奴婢已经打发他们回西周去了。看他们胆都被您吓破了，估计以后再也不敢踏入皇城半步了。哼，今天子规轩开阁。你去给童爷下个帖子，就说之前答应给他设宴赔罪的事儿就放今天了。侯爷怎么今天想起请童大人吃饭了？你懂什么？我这叫未雨绸缪。哦，果然不只有一张，这个刘三章供出来的这个陆晨，十有八九就是少女失踪案的真凶。童大人，白公子，帮我用通识镜查个人。是，大人这边请。通识镜，此镜通明达实，以朱砂所书之文影于镜中，便可以与方圆三百里内的铜镜互通讯息。要不我来试试？不用，我能行。让我自己写。你这不是正写着呢吗？你看这字儿，写得多漂亮。放开。好了好了，就最后一笔了。
我的大小姐，这你要是也会的话，那我以后在你身边岂不是一点用处都没有了？少贫。圣都24方市内所有商户都已登记造册，往来客人买卖住店需先查验户牌，只要将户牌中的信息引入通识镜中，圣都所有市井商户、方口匠士便会根据收到的讯息，在第一时间对照记录，将其时间进行上报，最后再将所有的信息返回到通识镜中。313府，242府。所以只要能确定户牌上的讯息，就算户牌是假的，在大理就没有我青天剑找不出来的人。220府，713府，346府，248府，280府，753府，724府。13、14中，14、15中。14号太和坊。110中，50中，31中，13中，4中。他在不断移动，而且目的性很强。40中，427中，431中。等等，他的目标是百草炉。糟了，淼淼他们有危险。何须满长山，芍药添麻及牡丹，远志去寻使君子，当归何必找泽兰。咱们可先说好啊，这些活儿都是你自愿干的，等童姐姐回来了，你可不能在童姐姐面前告黑状啊。那是自然，淼淼姑娘是在下的救命恩人，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，若是淼淼姑娘有什么用得着在下的地方，直接吩咐便是。也不知道童姐姐他们什么时候回来。为何几次三番纠缠我们？你到底是谁？为何几次三番纠缠我们？下去以后你自己问吧。红姐姐，你们回来了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那还等什么呢？班师回朝。陆锦。他是陆锦？这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你为什么要杀我？我可是你的同袍兄弟啊！呸！兄弟，你也配？兄弟们，我今日杀不掉这贼子，为你们报仇，是我陆锦对不起你们。不要，不要，淼淼，thank you.
猜一下吧。哎，我来我来，这事儿怎么能麻烦你呢？生死有命，看开点吧。当时的情况，你要是不杀他，死的可就是你了。你看到了吗？是我，是我杀了他，是我。疼，放开他！你冷静一点。你让我怎么冷静？我刚刚亲手杀了我的同袍啊！他还说要为兄弟们报仇。难道是我？是我？你也别太早下结论，此事疑点太多。我觉得这件事其中一定另有隐情。比如，我就很奇怪，这个陆锦他到底是怎么找到百草炉的？自然是有人告诉他的啦。这是在他身上发现的东西。陆晨，这就是刘三张口中的另一张护牌。奇怪，这块玉石就连我也是从未见过。天外奇石，这东西我见过，当初我们发现天外奇石的时候，散落在周围的残片就是此物。如此说来，它是天外奇石的残片，那这就超出我的能力范围了。看来这事儿得劳烦大祭酒了。飞刀传书，如果是天策府的话，没有必要用这种方式传讯。看来陆锦真的就只是为了寻仇，与少女失踪案没有关系。不过这张字条又是出自何人之手？这是我的字。这帘内清歌，帘外燕，虽爱心生，不见如花面。崖板树敲珠一串，良辰暗落琉璃盏，桐树花深孤凤院，美哉妙哉。这间包房本侯要了，里面的人都收拾收拾，不管。侯爷，怎么又是你啊？赶紧给我消失，看见你就腻得慌。你让别人来杀你自己？我不知道，这不可能。对啊，这几天你一直都跟我在一起啊。我看未必吧。你又不能吃饭睡觉上厕所一直陪着他，那你怎么就确定他有没有趁你睡着的时候偷偷溜出去过？我当然知道，童姐姐让我看着他，我自然不能看丢了，所以我特地在他身上下了追踪箱，无论他去过哪儿我都会知道。苗苗姑娘，你不用闻啦，我配置的追踪香无色无味，只有在鼻子上涂抹上对应的香料才能闻到。难不成这世间真有第二个苏建义？醉龙香的墨，剑歌吟的纸，就这短短六个字，纸墨就值四五十两银子，这第二个苏建义来头不小啊。小奴参见大人，上次山魈一事，我家侯爷自觉多有冒犯，为此我家侯爷今日特地在秭归轩设宴给童爷赔罪，请诸位赏光。没空没空，你回去告诉他，等童爷忙完了再。我刚好有事要找他帮忙。哎呦，唐突家人
罪过，罪过。来，本侯先自罚一杯啊。来，怎么都走了呀？美人，没留下来喝几杯啊？美人，什么意思啊？我家佟大小姐长得对不起侯爷您的眼睛了？佟爷花容月貌，那些庸脂俗粉哪配跟您比呀？佟姐姐，没想到吧？去鬼市没碰到鬼，来到这儿倒是碰到了两个大色鬼。哎哎，他怎么也在啊？怎么，你俩惺惺相惜了？哼，他也配？我这是从感情骗子手中拯救无知少女呢。小生今日还有事儿，就先行告辞了。淼淼姑娘，小生改日再去府上拜访。咦，走开走开。哎，来来，走走走走走，来。淼淼妹妹，以后啊，离那姓严的小白脸远点。那小子整天油头粉面的，一看就不是好东西。我听我一个朋友说呀，说陪这小子喝顿酒，身上能沾二两粉。行了，我看你就是嫉妒人家。我嫉妒他？我堂堂安乐侯嫉妒一个靠女人养活的穷书生？论家世我出身侯府，论文才，说到文才，你帮我查一下这个纸墨的出处。这是岂有此理！你怎么了？这醉龙香的墨，剑歌吟的纸，竟然被他用来写便条。有什么问题吗？问题大了，这人竟然比本侯还败家，这让本侯堂堂圣都第一纨绔的面子往哪儿放？你败家还败出自豪感来了？嗨，佟爷，这您就不懂了。以本侯的身份，败家那是不给朝内添麻烦。说正事儿。这事儿你们算是问对人了。这圣都之中的醉龙香和剑歌吟呢，十成里面有九成是从我这儿出的货，这批货正好是前几天从我这儿出的。那都卖给谁了？说。哎呀，都是文人的事儿，总谈钱那就俗了。这不正好前段时间中元节吗？我这货进的又多，我想着过节了就帮皇叔啊发点福利，所以啊，朝中的王公大臣三司六部我都送过去了一批。哎，你们钦天监也有份啊？怎么，佟爷你没收到？没有？真没有啊？哎呀，都是底下人不懂事儿。佟爷你要是喜欢，我立马安排。阿秋大人，现在怎么查？没法查了，咱们这个线索到这儿算是彻底断了。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佟爷，这事儿你也不能怪我呀，我要是不送这纸墨的话，说不定啊，你一开始连这条线索都没有呢。我这至少帮您确认了你们要追查的人的身份，非富即贵，我就算没有功劳的话也有苦劳吧。怎么还开始邀功了？合着我还该奖励你不成？别气别气，咱还有事找他帮忙呢。好吧，我这次来是想让你帮我个忙。佟爷，这话就客气了，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。好，我想让你帮我向工部举荐一个人。哦，那我倒要听听是什么人能让佟爷开了尊口。刘三章。刘三章？鬼市？你也知道鬼市？哼，巧了，算起来啊，本侯爷还是这鬼市的庄稼呢。用皇粮最近鬼市的主意还是我给他们出的呢。好啊，原来就是你这家伙坑了我50两银子。让他先说刘三章的事。这要说起刘三章来，那可是老熟人喽。他手艺精湛，年少成名，但后来啊，因为过于张狂，被仇家抓住了马脚，妻子死于非命。后来啊，只剩下他和一个漂亮女儿相依为命。从此呢，他也立下规矩，每个坊屋三章一开工，开工迟仨月。因为这个规矩，他也改名为刘三章。
你说什么？我说他有一个漂亮女儿啊。你说他立下规矩，三掌一开弓。对啊，留三张啊，三掌一开弓。可恶，被那老东西给耍了。还有第三张护牌，留三张出来。美人，这大半夜的，人能去哪儿啊？临汾。童姐姐，这里好黑啊。三张怎么就突然死在自己家里了？刚死不到半个时辰，嘴里有东西。这是什么？上面好像有个被子。模具的残片，啊！你可识得此物？磷粉，磷粉。这么看来，这第三张假护牌的主人就是凶手了。可是刘三章已经供出陆锦了，他还有什么理由包庇凶手呢？李思林说，刘三章与女儿相依为命。估计是因为他的女儿落到了凶手的手中。我的假护牌陆锦和真陆锦的假护牌陆晨都没有用到被子这个结构，那么这个被子一定在凶手那张假护牌中。带贝的名字，宝贝。小白哥哥，你怎么跟那严十三似的？严十三，蝴蝶飞蛾这类昆虫身上都会有这种东西。莫不是小云变成蝴蝶飞走了？听我一个朋友说呀，说陪这小子喝顿酒，身上能沾二两粉。美在，妙在。十三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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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郎！你可知这次失踪的是谁？好像是兵部刘侍郎之女。小生今日还有事儿，就先行告辞了。我猜他跟凶手脱不开关系，他能杀掉刘三章，想必是有所警觉，想要把所有线索都销毁，让我们无计可施。严十三，这还不简单吗？看我的！淼淼姑娘，你终于肯见我了。人家亲手做的糕点你怎么不吃啊？是不是嫌弃人家厨艺差呀？小生岂敢呢，淼淼姑娘心灵手巧，小生仰慕都来不及呢。淼淼姑娘，嗯，你这糕点是什么馅的？有艾草、迷迭香、薄荷叶啊，可以提神醒脑、驱蚊灭虫。淼淼姑娘，小生今日偶感身体不适，改日再来拜访，告辞。哎，才刚来怎么就走啊？我这夜里蚊虫多，是人家新配的蔷薇露嘛，对飞蛾呀、蚊蝇有奇效。让开！淼淼姑娘，小生刚刚有些失态，改日必将登门道歉，告辞。磷粉，果然是你啊！剑族，远古异种，具有夜视与飞行的能力，
无论男女皆容貌上乘，然而寿命极短，30岁便会步入衰老，却能够通过其他生命维持青春，是远古时期人类的天敌之一。简族并没有精神操控能力，所以我一时没有怀疑到你。不过现在看来，应该是那些少女被你吸引，然后主动配合被你绑架，所以才会在没有任何呼救的情况下被你掳走。你的这些所谓的异能，就只有在别人对你有感情的情况下才有作用。就如飞蛾扑火，你们不要过来，再过来我就杀了他。你们不要过来，再过来我就杀了他。放开，放开妙妙姑娘，不然你会后悔的。喵喵，你知道吗？小生最爱的就是你这头秀发，这柔美的秀发一定能织出最美的茧。可惜呀、啊，可惜呀、啊。童姐姐，这家伙好恶心啊！喵喵，他现在还不能死，老实点儿。喵喵姑娘，好。小生就喜欢你这副表情，拿我没有办法，又怕我。你看，我就说你会后悔的吧。你选谁不好，你偏偏选他，你这眼光也不怎么样吧。这是淼淼，是药神孙方药的孙女，不过她在她爷爷那儿学的最多的不是医术，而是毒术。苗苗，苗苗，苗苗！小白哥哥，你快点好不好？童姐姐他们就在前面了。不行了，我不行了。小白哥哥，你快点啊！我歇一会儿。我不行了，让我歇一会儿。这个岩石散是中毒了吗？怎么还是跑得这么快？小白哥哥。你太慢了，快起来，我们去帮童姐姐。你放心吧，别说这个严十三中毒了，就算他没中毒，他也绝对不是姓苏那小子的对手。放心吧，我担心的就是那个闷葫芦。你别忘了，严十三是简族人，童姐姐最怕的就是虫子了。对啊。嗯。那边，虫子，好可怕！啊，别担心，有我在。阿苏，你好勇敢。秋，你好美。不可以。这是什么？简族的虫蛹。失踪少女应该就在里面，看来严十三应该就在附近了。他们还没有跟上。等不了了，先救人。没错，就是普通的磷粉。蝴蝶、飞蛾这类昆虫身上都会有这种东西，只不过你从小害怕虫子，不知道而已。抱歉，阿秋大人，是在下疏忽了。白大人说过，你害怕虫子，这里就交给在下吧。我没你想的那么脆弱，姑娘，你不要害怕，我们是来救你的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家住何处？刘谦。
姑娘家里还有什么人吗？还有家父。你父亲叫什么？家父三章。你是刘三章的女儿？严十三。他俩怎么打起来了？我就说这个姓苏的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幻毒，是幻毒的气味。严十三，可恶！你放心，我一定抓到严十三，给你们一个交代。不要，不要！不要什么？不要杀十三了，求求你们放过他，求你们放过十三了，不要抓他，不要抓他！我看你是谈情说爱谈魔怔了吧？你可知道，他昨夜刚刚杀了你爹。什么？他杀了我爹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一定是你们搞错了，一定是你们搞错了，不可能！他说的是真的。严十三是用你爹给的假护牌入城的，为了防止事情败露，便杀人灭口。你爹的尸体被吊在房梁上，那眼睛瞪得老大，舌头伸得老长了，死得老惨。小白，大小姐，他中毒太深，我若不给他下点猛药，就算他救活了，这辈子也是废了。中毒？他也中了幻毒？那什么呢？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如果严十三要是一开始用的就是幻毒的话，那他早就露出马脚了。他中的呀，是情毒。这么美好的爱情却被利用成这样，可恶！你们救人，我去抓严十三。我也去。你留下，把重简里的人都救出来。不要过来！不要过来！为什么逼我？为什么逼我？逼你！看着这些，你难道没有觉得自己做错了吗？错？我有什么错？你看看我这脸，多么的英俊！他们只是喜欢我的双眼罢了。只需要为此付出区区的生命，就能将这份美丽保留下来。他们应该感觉到骄傲。他们一个个都说爱我，呸！一个个都说爱我。佟大人，你知道什么叫做爱吗？为心爱之人付出一切。这就是爱呀，佟大人！现在你指令我作呕。大小姐，他人呢？跑了，分头追。雨涵，雨涵，什么？是我啊！你不认识我了吗？我是十三郎，你最爱的十三哥，不是说最喜欢我的眼角了吗？雨涵，走走走，那妖怪啊！哎呦，找见了这人，惊死了！帘内清歌，帘外燕。虽爱心生，不见如花面。崖板树敲珠一串，良辰暗落琉璃盏。
落花吹吹进谁梦中，吹散了谁心底的冬。当迷雾挂满了晴空，谁人醉醉在了樊笼。待笼中岁月又匆匆，问梦里谁人与共。残花落尽吹散少年梦，眼泪的光是记忆里的伤。